哦，小邓能回家了。哎，大家在后面吧。嗯，我们在后面。你想多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去搬砖哈。吃了晚饭，阿勇说没事干，阿勇过两天也要回家，哎，所以在你回家之前拉你出来溜一溜哈。没办法啊，出发 ，Let's go。我操！哇，加回去了，走了这么多，回去。哇，怎么搞这么多？搞什么？你拿老板来一喂鸡喂鱼用的，搁干饭了。我觉得这里有那么多人，我就拿多一点狗叫下来了。哎呀，小敏刚才说他一个人扛。哦，他一个人扛，那我们走了。还到哪里去啊？这么多啊？下面老房子。这么多？为什么不倒到那里去呢？我叫你岳父倒到那里去，他都不倒了。他说这里等一下好从那里起肩。嗯，你还要看出来？他应该不会从那里走的，那老干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不抬吧，抬只能抬，现在只能抖车，什么卵用？抖车没有用的，没用的，只能抬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。对对，抬，那车快到两个人冲过来，快进来，你慢点回来呵。抬得蛮快的，抬下去。哦，拿出去了。哎，我操！你干活。那这个用不上了咯。可是还得想。这好难搞哦。我在这口罩戴着出不了气呀。哎呀。撕什么撕？不会撕的。这很难抬的，抬什么抬？什么难抬都是一个手。这里刚好下去。看着抬哈，打的。你们东北人，人家房屋能等十八了。爸爸在干什么？爸爸在那里抬。抬那里哦。抬粉粉。抬粉粉是吗？嗯。嗯。又把新的全部挑下来了吗？我们有棒。赚钱了，赚钱了。一袋毛钱。一袋毛钱。又在那里挑，又在那里挑。等下又把重的留给我们。哇，掉了。对不对？你看这包绝对是最重的，哦，你看他们两个在那里挑的最轻的，你这挥好重啊！我们这包都是粉的哦。不要挑，像这种就是最重的，我跟你说，挑都不用挑。这种是轻的，这种才是轻的，你要看它瘪的那一种。这种是轻的，这个是轻的，是轻的，这种是轻的。这包是轻的，这包是轻的。啊，这种呢，这种就重了，这种粉。这个，哇！啊，这个都是重的，看到没？哎，这个都织完的了，不要。织完所以换干了呀。你要那一包吗？我们三个要这一包。来，你要那一包，我们要。对，我有一包在上面。那个，我们挑轻的来。来，这包。那个，那个。
我们来挑轻的，不要。这个太轻了。这个，来来来。哎呦，多重的？哎呦，多重的？是啊。这一包送完的。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他妈的！这他妈的，我还是换一个算了。来来来，我跟你。是啊，不要，两个人来。他这个会倒下去。有个大实一点就好。要做秀，知道吧？好重啊，这一包。做秀，哎呦，这个、好重啊，这一包，好重啊。哎呦，这包好轻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好的，你看好轻的。哎呦，你看不弹钢会死。哎呦，表演了。哎，二哥，你不是要扛这个吗？我刚才把这一点都扛了，我把这一点都干了。那个喝一瓶水先啊，这老板的女儿拿了一瓶水来，哈哈哈哈哈，老板的女儿，哎呀，这个不要的，这老板的女儿不行，不要停啊，不要停一下，喝一口水还是可以，你以为是公牛啊？公牛。土生土长的农民，重启你的人生啊！对，你看我们这种就是最真实的。对，我家晒衣服那才是最真实的。对，明天我要把你们的衣服晒一晒。我不会挂那个地方，因为阿姑以前在那里一天倒了七八回。没事的，你想拿衣服的话，你绑起衣服都没问题的，我没有建议了。哎，你走了，我去衣柜拿你的衣服。这样就不行了吗？穿鞋子前你要跟着他，要踩着你，穿鞋子。啊，养了两坨肥肉，你看，等一下记得跟我 P 一下啊，这样 P 会积在这里。我把这里 P 也 P 大一点哦，这不是这里 P 大点，这样子。来个前凸后翘呗。不用翘的衣服。单包的吗？这个扛那个。哇，这样把它两个人才那么小一包。这臭表弟。哎呦，这两个好轻啊！你看轻，这两个好轻啊！不要了吗？一个一包。不要！快点！不要！不敢放手。拿什么烟？真的是放回去。自己人讲那么客气。好了，上了镜头把烟拿回来。把烟拿回来，他不应该挂了之后。我揍人。走了，你还打包你？哎呀，我都怕了你啊！你看你的脸啊！走了，跟爸爸上去了，走。没有了，带回去了。你鞋子呢？哦哟，得三斤零，穿上。哎呦，干完活来捡娃，谁家的娃谁家的领的不？走了，爸爸上去了，跟妈妈上去了。你先找妈妈先，你去找妈妈。忙完了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洗个澡。现在都8点多了，看来不来得及直播了。来，先跟大家混享到这里，小表弟。你看今天没有锻炼是好事吧，都说了跑不掉的，每天都跑不掉的了。减肥成功，拜拜。